你走吧。啊？我犯了那么大事，你让我走啊？回去对阿五姑娘好些。哦，你喜欢阿五姑娘？是。那咱们算不算情敌？不是。哦，因为你不配。你看不起我？要不是因为我公务繁忙，你才不是我的对手呢。你要是放我走了，所有的罪过可就是你一个人来承担了。反正我一辈子都要待在这儿，没事儿，无所谓。其实你这个人还不错，有时候我想吧，特别想跟你，特别想跟你结拜兄弟，真的。后来一考虑，每次一想跟你喝酒就得死一回，我想还是算了。人鬼殊途，你去吧。那我送他走。遵命。请吧。哎。我可真走了，你真放我啊？放你，是为了让你治好阿五姑娘的失忆。如有可能，希望你告诉阿五姑娘，有位叫小妍的朋友，很想念她。小妍这个名字好，很有亲和力。只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治好她的病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也特别怕她犯病。转眼就翻脸不认人呐，也不管人家的心理承担能力，话没两句咣当就是一拳，这都算好的。一旦他手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就一下我就又回来找你报道了。你的那个蛔虫兄啊，估计你上去后他就会来找你，这方面他可以帮你，但是记住了，别的方面千万别受他蛊惑。说实话，在这里待了那么多天，我也确实是有点感情了。你看，这里好多东西都是我创造的，比如什么地府一日游啊，啊，忘川漂流啊，阴间农家乐啊，三生石流影啊，啊，还有什么冥界 CBD 啊，是吧？真要舍不得，那就留下吧。我走先。呵呵，哎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干嘛去啊？这是？给你的，拜拜。忘了情水，忘掉伤心，忘掉忧愁，轻松上路。喝了忘情水，一切格式化。忘情水，洗刷刷，呵呵，开瓶。喝水。啊他跑出来了。这小子何德何能啊，老君都灭了的人居然逃出了阎王的手心儿。赶紧再看看吧。他俩又勾搭上了，赶紧去禀报娘娘吧。那咱们还得报告老君，快！老兄，你就不能换个肚子？习惯了。好，好，习惯。好习惯。